就是一个报名的朋友君君，掌声鼓励欢迎他。我是君君。我今天准备了三首歌曲，然后第一首是在讲，就是一对男女的爱情故事。那男生名字叫做志明，女生叫春娇。然后我今天要唱的第一首是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
的距离，就是公视他近前一阵子播的一部戏剧的主题曲。那它是林宥嘉的《别让我走远》。那这部戏剧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他在讲的是就是一起随机无差别随机杀人案，然后发生之后，那社会周遭就包含加害者跟被害者他们家庭发生的故事。那我觉得这首歌我觉得特别有感觉的地方是在它里面提到很多光啊黑暗的描述，那就跟这部我们娱乐的距离其实它要探讨的议题其实蛮相近的。那就是当你比较低落的时候听到这首歌，你就会觉得说好像还有一个地方会有一道光，就是可以让你有前进的方向。那分享这首歌给大家。是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就大家好像因为我之前听是听网络吟唱，所以就不知道原唱是谁。那就这首歌也是在描写，就是可能你对一个人有好感，然后的一些你的眼神跟你的视线就会离不开他。对，
那我现在要唱的是《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掌声。